果镜台不掉，黑熊精还给我补个草火，哎呦我去，火雷水补，祝你好运。老王化身抖脱，随手链腰竟然出了只技能镜台童子，然后闭眼连拍嗅觉，紧张刺激节目拉满。第三下神迹掉，哇，这电书这种情况我很慌啊。再生会跟防御吸收，吸收的话一个是雷吸，一个是水吸，还不冲突啊。有特殊技能9+2，元宵的话就全吃攻击，他直接炸反核，反核出了主手披着童子啊，速体质39，兄弟们啊，473血。你这什么意思？这9+2+6啊，9+2+6啊，上限技能17，给他打一个6.5折，40/5入啊，11技能，10技能镜台就行啊。孩子是必须的，防御元宵没白吃，成长够用啊，防子数字够用，像死亡瓦房。第一个技能不要连击，第二个技能不要连击，第三个技能不要连击啊！加吸收，马上出台子，马上出台子啊！啊，十技能镜台妙题啊！童子，这个宝宝第一本书一定要上，幸运和招架。别拦我，我他妈就要打。啊，高防四吸，这他妈你就对不对，你他妈就拍呗，对不对，这仨瓜俩枣的能有多少钱，你就给我拍，来给我来四个吸收，谢谢凑阵小弟啊，这不是我自己吗？四本下去啊，冲刺了，兄弟们，只有自己的东西才敢这么造，感谢苦难辉煌啊，请兄弟们看四连拍。如果镜台不掉，黑熊精还给我补个超火，哎呦我去，火雷水补，招架没了，还有谁？法术反阵没了，我操！哎呦我去，这个我他妈都没想到快成了啊！忍一拦啊，兄弟们，到时候场上万一乃至扛住地厅，记着有我的功劳，我的千速四吸，给我冲刺，露出两个吸收，兄弟们，成了，戴高神套，不要隐身啊。我操，有点牛逼啊！冲刺了！兄弟们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不要停止充钱。我想了一下，有蓝书的宝宝我应该不会用啊。吸收，高防啊，傻掉了，兄弟们。敏捷，他把敏捷掉了，在这数半天啊！咱们的掉盾技，哎呀，掉招架了啊！算了，没有招架，当头一棒，一棒一个啊！哎，掉了个什么前排技能？掉啥了？已经毫无波澜了。你他妈的又给我吃一句小循环啊！不要劝我收手。
你们现在能做的就只有祝福我，一本吸收，两本吸收，三本吸收，掉了个吸收啊，火、土、雷，缺水漫金山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台子。哎呦我操！兄弟们打完了一圈啊，打完了一圈又他妈是高神掉了，我日！兄弟们，这本高神要是掉台子了，回头帮我骂苦难。抵抗套，千速四七进台表皮，打成全红自己的，哇日就这，这游戏就这么简单，你们就充钱就完了啊！好了，兄弟们，来测试一下千速四七屌不屌？好了，兄弟们，来预测一下能不能用地停秒到这只宝宝啊？觉得能的话扣一，不能的话扣二。毕竟咱们的地停是带虚拟的啊。我出的是一个法术暴击法连都有的一个啊，宝宝，关照万象给我下谛听千速四七，虽然点没有加完，试试威力，非常的危险，一下不吸收可能直接崩飞，一刀3600，能不能吸收？吸收了下，吸收了三下，人死了，四下是实际输出，啊，顶住了。哦，顶住了，顶住了啊！但是运气啊，一个轮子，两个轮子，三个轮子，四个轮子，四个轮子有法连，继续冲刺。哇！顶住了一个地平，顶住了两下。顶住了三下四下啊，兄弟们，这只宝宝我也是有法连的啊，这只宝宝我首先得证明，首先我的地厅都是四个轮子，一二三四，四轮驱动加法连啊，他又顶住了，刚才残血顶了个地厅。来，再来个出其不意，出其不意屌不屌，就问你出其不意屌不屌，滚不滚，棒，一致紧急法爆棒。好啊，我对这只宝宝很满意啊，对这只宝宝很满意。OK， 有静态妙题加前奏四期，告辞。